考研成绩公布了，其实尤其对于一些应届生、大四本科生来说，其实他连什么是研究生都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是研究生？你初试的时候写了那么多卷子，是吧？考三门四门，那些卷子到底在考你什么？其实考的就是研究两个字。什么是研究呢？说白了，就是你要有能力写出论文来。你在回答卷子的时候，写卷子的时候，要处处表现出自己是有能力做科研的学生，能够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。这是一个研究生单位想要的学生。研究生单位就想要一个到了研究生阶段能够写出论文出来的，能够花。